然后不哭，好不好？哥哥对着他。可是还有几天才见妈妈。妈妈快要来啦，妈妈就说，妈妈说杰克森表现得越好，他就越快来啊。妈妈说你都穿着这样子，妈妈漂亮的设计的衣服，他就说他就会很开心啊。可是还有几天，妈妈才会来接我们小孩子。是啊。那哥哥等一下帮你问好不好？说妈妈可不可以赶快过来？我说这个是妈妈，好不好？嗯，还要跟我妈妈说我不想，我很想拍水。你还想拍什么？我还想拍，我还想拍两片。你还想拍两片啊？到了三，到了最后一。